姐姐，让我们一起欢迎郑希怡。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先来请 Miko 跟大家来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希怡。其实郑希怡因为这段时间参加的节目非常非常的多，然后而且还很爱追别的节目，是吧？青春有你你也追了对吧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参加《乘风破浪》姐姐之前，我就想看一下类似的节目，我就看了《青春有你》，怎么样？觉得？就看完之后觉得其实没有很像。对，但是真的，我觉得虽然你不是我的那个，你直接说嘛，你的 One Pick 是谁？是谁？刘雨昕啊，刘雨昕，对，我的 One Pick 是宁静姐，谁也别理大家了，我们今天好像就这样，这样嘛，现在变成你了。我觉得我们是有相似的，你觉得哪一点像啊？我觉得他在节目里一开始他给的那个感觉就很冷酷，拽，对，很拽，就是好像看别人都是这样看的，有一点，对，你知道他眼睛又是这样，有点掉的嘛，所以就看别人好像是这样子的，但是认识他之后觉得他很可爱。姐姐，我跟你讲，你太会看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必须得火，就是能火的人都是慧眼识珠的，你知道吗？慧眼识珠，就是很有眼光的那种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对。今天这个姐姐妹妹都凑齐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周呢，我们要讨论的一个主题叫做社会规训。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啊，就是生活在社会当中呢，常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教诲引导着每个人的言行，那么遵循这套标准的话呢，就能够让我们获得一些优势，打破这套标准呢，则需要付出来相应的一些代价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会围绕着这三个小话题来展开讨论，聊聊我们身边的那些社会规训。那么在第一个话题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就先来玩一个小游戏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把道具拿上来。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每个人都有十个不同的一个瓶子，瓶瓶罐罐的。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密封盖要打开，一分钟之内，我们不管别的，我们就管谁拧出来的盖数数量最多就获胜了。所以这个里边有比力气的部分，也有比要用脑子的部分，要看看哪些好拧，叫先拧嘛，对吧？所以就大家看看究竟谁比较厉害了，好吗？好。大家都知道，因为郑希怡她平时是健身的。嗯，你现在还在坚持健身吗？最近？对，还有继续打泰拳。哇，厉害了！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你旁边的这位。我们穿衣风格很接近。对，我也是另外一个马来西亚的泰拳选手。你在练泰拳啊？对，我在练泰拳。我看过你说泰拳能减肥。对，对我也是练了一两年了。然后，泰拳不能减肥。能减，我减了40斤。你是不是那个教练不行啊？不是，我换了好多教练了。还没找到好的吗？没有，这应该是我个人的问题，跟教练没有关系。没有，就没找到帅的。你要找帅的。他们觉得找帅的更有动力。更有动力。是的。最近我还是要忍不住再说一次，虽然每次有嘉宾来我都要再说一次。怎么了？他是母胎 solo， 就是他没有谈过恋爱。这是酒吗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你没有喜欢的男生吗？应该是没有男生喜欢我。你这样，你下次有那个帅的泰拳教练给他安排一个，然后看他能不能瘦下来40斤。我把我那个介绍给你。好。帅吗？ OK。40斤啊，40斤，我可能剩一半。这是其中的一位，今天要跟你一起来挑战的。下一位来站在小唐旁边的这位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杨离子。嗯，然后他有多厉害呢？他前段时间到武汉去跟我们导演有些工作。嗯，然后就那几天的时间，他还跑到长江去横渡长江啊，去游泳。没有船吗？我们旁边有个船跟着我们。为什么呀？好玩啊，刺激啊。好厉害。好，颜如晶，你有信心吗？横渡长江吗？漂在上面应该能漂得过。来吧，各位，请就位啊！我们来看看一分钟的时间。三、二、
计时开始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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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好你了。哇！啊！哇！加油！哎呦！敲下面，敲下面。因为你们这边声音最大，阿菊从头到尾都在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打下面。我在打，因为我一直在教他技巧，你要打这个下面，对，打这个下面就能开。然后你知道他在干嘛吗？他在这样一直打这个。我们来统计一下个数，因为讲实话，我觉得三瓶水都是相对而言比较好开的。所以女生们基本上都打开了，我们就来数一下这个罐子啊，一罐、两罐、三罐、四罐，所以它有三瓶没有打开，分别是黄桃罐头、鹌鹑蛋跟老某妈啊。我再来看一下有 Miko 的表现，也是三瓶。再来看一下这边的颜如晶。所以颜如晶最后一秒把他的那个倒数第三瓶老某妈打开了。哇，颜如好厉害。这个真的有这么难开吗？你试一下，真的开不了。不行。不是男人的问题，是什么？是真实的要打下面。你试一下，你听一下，叫生活小常识，你听一下声音啊。嗯，好听。要有了那个声音。有了，就那一声。为了避免自己翻车，所以黄桃罐头我不试了。你看那边是世界美少女的真相，你们尝一尝。这样这么好吃，开吃起来了，真实的开始吃起来。好吃吗？我刚刚好希望你们能有一个人把黄桃打开，然后我一会儿拿个零食。哥试试。好，二加油，加油，左哥加油，很专业。差不多，雪，哇哇哇呀！我没有想到，我在一个节目当中会成为能力者。